麻团啊，燕子教你包麻团，剂子下五十克一个，咱们把面和好，按照下边的教程和好之后，咱们给它醒十分钟，然后下五十克一个，然后给它轻轻的团一团，团的目的是为了让面更细腻啊，更有柔韧度，然后团完之后让它中间略厚，两边略薄，然后给它煨过来，自然煨，不要戳中间。煨完之后了，然后咱们把豆沙放进去，然后用虎口去收，收的时候大拇指不要太靠下，太靠下然后你上面的面呢它就会多啊，哎，让它在上边手摁着啊，把馅往下摁一摁，收口，及时的收上，哎，然后蘸芝麻，然后蘸上白芝麻，再轻轻的攥一下，防止芝麻掉。来，刚才教老铁们炸的麻球啊，给大家掰开，软糯软糯的啊，软糯软糯的，好馋呀 啊香。现在把教程打在视频的下方，红心点亮，666666，感谢。